在进入到一个职业层级啊，那虽然那有这么多的一个球队。应该自己的基本动作、基本功，没错，更要好一点。自己哦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个大号的三分球。这么的高的话，要守住他不容易。哦，这个欧洲步不错，陈文宏在外线的一个机会。进攻啊，对于这个台南钢鹰来说啊，真的非常重要，要进。啊，贾西亚在这边，哇，这个再看一次，好，运球，收球，一二，应该是多走一步了吧。在主角这一次的一个外线出手没有，球拨进来之后再篮下，这次找来两分。